係黎耀祥啊！我希望咧，香港未來五年咧，可以喺呢個民生方面做多啲功夫啦。咁啊，希望即係貧富懸殊嘅問題唔好咁嚴重啦，亦都希望即係香港市民可以開開心心，唔好咁多怨氣啦。我覺得開心係最緊要嘅。未來我承諾做好我的本分，因為我想我們演員的工作崗位就是做多些好東西給觀眾看，在觀眾忙碌的生活之餘提供多些娛樂給他們，希望大家都開心。在這一刻我為香港人打氣，希望大家忘記不開心的事，努力向前，以後都是開開心心的，加油。